三河市地处京、津、冀交界地带，与北京仅一河之隔，占地面积643平方公里，以地进居河、入河、抱秋河三水得名，有天子脚下、御驾行宫的美称。随着城市现代化的不断发展，近年来三河市一直在积极探索和推动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现代处理方式。通过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三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应运而生。三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位于三河市小定服装村西南侧，采用 PPP 模式，由康恒环境投资建设及运营，总投资14.1亿元，配置两台1000吨机械炉排炉，两台30兆瓦气轮发电机组，年处理生活垃圾73万吨，年发电量4亿度。焚烧项目占地115亩，配套飞灰处置项目占地131亩，炉渣综合利用项目占地36亩。项目的外立面由法国 AIA 建筑工程设计公司设计，理念为中国古老哲学中的天与地的对立与统一，寓意垃圾和能源的共生与互相转化。三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PPP 项目作为国内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标杆项目，按国优鲁班奖及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最高评价等级3A级标准进行设计、建设及施工。项目采用康恒环境创新改进的国产首台千吨大炉排，特有的3段顺推裂动式炉排形式及先进的炉膛燃烧厂设计，单炉处理规模全国第一，并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成功解决了国内生活垃圾水分高、热值低的难题。项目配置全球首台中温超高压蒸汽炉外除湿耦合再热双缸气轮发电机组，创造性的开发出 MSR 系统，可将蒸汽参数提升至13.5兆帕、450度。配套自主研发的 ACC 自动燃烧控制系统，使焚烧更加稳定，并结合高效蒸汽空气预热器、高压除氧和多级回热等行业前沿技术，使全厂发电效率高达31%以上，大大提升了资源转化率。同时，阴气排放指标优于国标 GB18485/2014 和严苛的欧盟 2010/751U 排放标准，全厂工业废水、渗滤液及生活污水全部实现零排放，作为国家科技部关于固废资源化重点专项课题的载体，三河康恒正配合上海康恒、清华大学等科研机构进行国家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项目以建设开放式花园厂区为理念，专设环保科普教育基地，全年免费接待社会各界的参观者，积极普及垃圾分类与清洁焚烧知识。诚信、责任、团队、创新、客户、共赢是康恒人始终坚守的价值观，环保、公开、透明是康恒环境对社会的郑重承诺，变林立为林立，创造三河市更洁净、更友好的生活环境。